借钱买手机、电脑、包包，年轻人已离不开消费贷，让中游消费金融产品迎来广阔市场。但机遇与挑战相随，全民反诈科普轰轰烈烈，人们对金融产品戒心越来越重，而这也让中游的传播门槛越来越高。如何正面消除戒备，让消费者主动了解中游？不治本的营销都是白费工。我们从影响信任的根源出发，顺应反诈热潮，发起觉醒吧加油反诈主题策划，不推销只反诈，塑造中游反诈第一品牌印象，告诉大众你永远可以相信中游。诈骗套路日新月异，反诈也要见招拆招。这次我们用诈骗的思路做反诈，让人们沉浸式觉醒。第一步，造恐吓，引诱入局。中游联合媒体发布白皮书，反转数据，制造恐慌心理，引发重视。第二步，套近乎，博取信任。无间道、未来科幻、硬核科普，用娱乐化视频套近乎，教你识破诈骗圈套。有借钱需求，寻找正规、安全、可靠的消费金融机构，提高警惕，居安思危。强势上演靠谱借贷，找中游。第三步，摆数据，重度施压。中游金融专家加入脱口秀公开课，解构诈骗奥秘。事实上，所有被骗的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跟他们大意啊、笨啊、粗心都没有关系。所有被骗的人，他们的共同点叫做什么？叫做我才没有那么傻。而事实上，这很有趣，就是不觉得自己会被骗，这其实才是我们被骗的真正原因。用专业撕开诈骗假象，除线上教学，还有线下实践。从鸡蛋诈骗中汲取灵感，打造反炸弹集市，巨型连环诈骗现场，以诈反诈。免费鸡蛋吸引超51万人参与，趣味游戏寓教于乐，轻松盖子反诈知识点，超酷周边让反诈成为行走的时尚态度。中游与反诈实现深度捆绑，反诈课堂圆满结课了吗？别急，真蛋里面混假蛋，反转彩蛋再次惊喜，长长记性吧。活动总曝光超29.7亿，网友分享受骗经历，主动学习反诈知识，公安部、国家反诈中心等转发认可，成为反诈官方教材，成功帮助中游品牌建立起安全可信感知。让我们一起加油反诈，愿天下无诈。